大家好，我是可可，我是小黑。我们现在去卖二手车的朋友那里，前两天他帮了我们一个忙，挺感谢的。然后我们约的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。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给我老丈人先学没学没那个法拉利的行情、啊、租的行情。最后我们现在去他车行，走。看到他了哈。看到了。咋那么巧？哎呀。好久不见、啊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过来开个车，感觉你在那瘦哎，又瘦了，又瘦了是吧？瘦了，我也瘦了，咱俩眼神差不多。你别没有叫我一边黑，你比我黑，他黑的很，我是黑，是吧？到正好一开个车，啥车？一个 A6 旅行啊 ，A6 是吧？人就算了，来到这就开法力啊！走走走，刚收一辆车啊，刚收的哈、啊，确实比咱那强是吧？飞哥吗？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俩怎么来了？不是，来找你吃饭的吗？哎呦，吃饭，顺便看看有没有法拉利。走走走，提一个，走走走。爸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全是豪车啊！只要咱们就是好好的干，挣了钱。全部打包带走。那个 G63 那个570不比那个法拉利不单是不单是画大饼，大饼里面再加点肉。这个也行，我觉得，这个也行。哦，您拿钥匙找一下。别别别别别，不用找，不用找。我感觉这个不太适合这吧。哦，太低是吧？咬疼，太低了。对，这个车啊，我觉得那个法拉利不行，咱们要换目标，是不是？咱们把这个法拉利换成这个车。行不行？是不是？哇，这你妈坐上不腰疼吗？坐完了吗？啊，坐完了，行了，走吧走吧，咱走吧，坐完了。看到没有啊？走了走了。飞哥来了，咱得吸点好茶叶。不用，喝水就行，就随便。他不会喝茶，随便弄一下。他不会喝茶，我一拿就。你让他喝茶。这搞得紧张了，你知道不？是不是？我大舅哥来卖他的那个车嘛，然后就是他们帮忙给我们卖的，然后多卖了几千块钱，对吧？所以今天特意来感谢一下，一块吃个饭。哦，肯定卖了嘛，有这个这层关系在这儿呢。所以说，这个有一个靠谱的卖二手车的这个朋友，买车卖车。都特别放心，对，能为这个大舅哥是吧？大舅啊，大舅哥，亲大舅哥、啊，能为大舅哥服务是我们的荣幸。我哥说真的挺好的，对，我们约着说小月这个弄好的时候去喝酒吧。对，我本来我说今天让他也来，他晚上有点事儿，有事儿，到时候齐聚小院不是齐聚大院。我刚那天还说呢，他弄好了以后，我们作为第一个。这叫什么？亲友团。这一波亲友团。亲友团。去支持支持。到时候咱先说好啊，我们该消费消费，该花钱花钱。消费就别去了。消费。那不行。到时候你们那个去的时候开点辆好车。组个车队。让我老丈人体验体验。你就这点心愿是吧？行不行？组个车队，每个车必须得开一圈。该撑场子撑场子。嗯，对。必须得要把我坐坐。来吧，感谢啊，感谢啊，感谢感谢圣心法师，感谢你们感谢我们感谢你们。啊，大哥说了要对个词儿啊，对个词儿，来，感谢那个，不是，我们。